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GW 对阵机器的第一局下半场，这把只能抓牛仔吗？没有啊，蜘蛛呢抓病患。在我的观战里面，你们自己去找，蓉蓉的蜘蛛抓病患那是一抓一个准，活不过60秒，真的活不过60秒。就是闪现是你的一根时间线，闪现到了你倒地。当然这个是正常情况下，因为病患的钩在一个熟练的或者说顶级蜘蛛面前，病患的钩形同虚设，你那波拉距离根本不够看，三连蜘蛛丝四连蜘蛛丝就到你脸上一刀，后面就是闪现一刀。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这局如果说上来抓病患呢，我觉得蜘蛛保平有了，真胜的话呢得看后续。就穷人这边如果说病患要牵制起来呢，靠他自己是不行的，因为我们排位当中是路人局，那病患遇到蜘蛛呢那就是溜不动。但是这局有昆虫，如果说在那三连蜘蛛丝四连蜘蛛丝的时候，哎，同为昆虫的昆对吧，那个虫群过来卡一下这边的蜘蛛，哎，又不一样了。这里84点蛛丝启不启动，马哥这边也不着急啊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昆虫是没有动的，昆虫没有动，病患这边勾，这里预判了一手，这波交勾，你看到没有，真的你这个勾根本不够看，在蜘蛛的一个稳定不撕下来，兄弟们把预言家三个字打在公屏上，是不是60秒，是不是60秒，174。马哥你这蛛丝布的这么好，为什么这心率又飙上去了呀？就一个优秀的蜘蛛抓病患那就是60秒啊，就是60秒，除非他的队友站出来。就海尔这边溜不动啊，除非他要么带个飞轮什么的，但是带个飞轮嘛也不好说。一个护臂跳过来，一口蛛丝吐到，哎，这边博弈，好的，范老师成功将人救下来，这波没有能打出一个双倒嘛。蜘蛛这里赢面就不是特别大，但是还得看啊，他可以干嘛呢？他可以中期消耗残局一波兜底，一波捞出一个多，也有可能开门战的时候，开门战的时候上来先秒一个，然后底牌切船或者赶路，有蛛丝存的够多的话赶路。这边病患是利用自己手里面的钩，哎，虫子来了，虫子来了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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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 这一波拉的有一点点难受啊，踹板子呢，人家这边翻板又走了，这一波翻板是有加速的，看往哪里走，卡板子，卡板子，抽刀砸，这波拖的有点久了，这波拖的有点久，蛛丝再连再连一刀，这波二六六起来了，留了个双喷，但我觉得穷这边也不太好去打一个四人开门战，因为他们机子不太够。就如果说这里你不是蜘蛛啊，你这边换成一个什么守夜人啊，换成一个其他单刀银剑管者呢，这边可能来打了。因为这边你是蜘蛛牛仔，这里想打出一个翻盘多跑点来是不太可能的，除非就是扛刀这些啊。这句话过来找牛仔迪斯老师，选择一个卖掉，然后先把三人开门战打出来啊，先把三人开门战打出来，我觉得可以啊。这把的话两边打的都不错，马哥前期的救人，马哥前期的一个击倒打得好，然后这边范老师稳定救人，再加上这边海尔的一个病患牵制的也够给力啊。他两勾我都没看清楚这两勾怎么交的，反正这两勾交的很好，一勾好像是直接上了楼梯，第二勾没看清楚，再加上昆虫，就现在来看的话没有发挥出来的呢就迪斯老师了。迪斯老师这边的话交勾拉开，外面重新起机子，佣兵，佣兵手里面两护臂，找到佣兵
追佣兵会不会更好一点啊？这时候追佣兵其实更好一点，把佣兵的护臂给消耗掉，因为这个时候佣兵其实很慌的。这佣兵其实挺慌的，他这时候不抓佣兵呢，虽然这佣兵开门战也是一刀没，但他手里面有点护臂，一口蛛丝把昆虫给吐了。开门战抓昆虫留了150点蛛丝，没看到佣兵，我估计也是没看到佣兵。他看到佣兵的话，这边双喷一刀，这一刀打完的话，牛仔来救嘛，啊，牛仔来救，牛仔救完，穷者这边打出的是一个三人不贴门的开门战。三人不贴门的开门战，马哥这边在存蛛丝，要存一个200点，手都拿去擦了一下汗，反正我这边不亮。你不亮嘛，有一说一，穷者这边佣兵在翻箱子了。对的，这个佣兵翻箱子我觉得是可以的，牛仔也在翻箱子，都在为开门战做准备，因为这三个人都能用道具的。牛仔来救，这里的话会不会一波蛛丝去把佣兵的密码机给逼亮？但是牛仔已经到了，牛仔已经到了，到了的话不行。哎，一勾勾下来，一口蛛丝没吐中，掩护掩护卡你。牛仔有小皮鞭，这边是掩护过去捡刚才牛仔翻的箱子吗？牛仔的翻箱子我没看清楚有没有翻出来，一口吐中的是昆虫，这边昆虫应该是要交互了，昆虫这边应该交互吐的蛛丝马上好翻，亮不亮？亮，亮完以后捡起道具，翻了一个护臂给到这边的昆虫学者。茶师傅现在手里有个护臂，跳开，那马哥赢的机会就不是很大了。这一波牛仔翻的还是个大宝贝呀，翻了个护臂直接减刑，佣兵顶出来了，佣兵这边顶出来了，马哥传佣兵交护臂过来救牛仔。这边机子是门是点开了，一勾没有能躲掉这一刀，挽留时间85秒，昆虫救下来点另外一边门，佣兵的话留了一个护臂再折过去。马哥这波其实交减刑有一点点浪费，这样的话手里面没有蛛丝启动了。这里范老师一刀没啊，范老师这边是一刀没，看到范老师了。哎，这边蛛丝刚才追昆虫的蛛，哎，那这边挂上昆虫学者去把牛仔捞下来好像有点远。迪斯老师你要撑住啊，迪斯老师，迪斯老师你能撑得住吗？迪斯老师，哎呦，还是救下来了，平局，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平局。